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众所周知，石油的开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多学科、多专业、多领域的结合方能实现，其步骤特别复杂，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钻井了。若既想省时省力，还想以低成本取得大范围的开采量，那就只能采取一种高难度技术，即可在底层中横向进行的定向钻井技术。但该技术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。但不用依靠国外技术，现在咱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技术了，那就是我国中海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所研发的定向钻井技术，你也可以称它为随钻侧井及旋转导向钻井系统。与传统钻井技术不同的是，它在地下几千米处作业，可以像一条蛇一样灵活蜿蜒前行，并且按照指定方向进行，就像射箭一样，最终一下击中，高效又方便。整个过程中，它还可以边钻边放出声波、电阻、中子和伽马射线等来测量地层岩石的一些相关数据，再准确无误地反馈给地面，由工程师处理相关信息，反过来再指导钻头的下一步前进路径，整个配合完美流畅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这种技术的研发使得人类打井的水平位移首次突破了10公里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将对油气储藏的控制范围提高了4-5倍左右，开采率提高了2-3倍左右，这就将预期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，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，风险也降低了很多。专门降服那些难度很高的钻井工程，真是厉害了我的国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